晨钟，夕阳燃烧，离别多少场，他向陌生人们解说陌生人的风光。等他归来坐下对我讲，故人就是容颜未沧桑，其实不觉不闻不痛不痒，多少的时光，不确定的模个也小声泪悄悄流淌，即便天气微凉，淡淡月光，我沿路哼唱，找寻我们一直找不到的缘分被捆绑，感觉不到你为我坚强，感觉得到你对我说谎，我安静听着小朋友为也那忧伤啊，你的爱被埋葬和被收藏都应该原谅，我的爱不用讲恨不用想，思念在发烫，看着你的脸庞背着行囊说要去远方，谁还记得那年我拉着你说我也搞不懂为什么那么多真心相爱到最后都会变成两个人分开的无奈，当初我们说过要谈一场永远不分手的恋爱，是否今天这句话竟变成我们之间的阻碍，不想太多不想太多，也许会明白的更多，不想再说不想再说，就让我们彼此沉默，现在我们终于明白结局却也无法更改，这场不分手的恋爱我想注定结局失败，不知不觉不闻不痛不痒，多少的时光不确定的某个夜晚，想象泪悄悄流淌，街边天气微凉，淡淡月光，我沿路哼唱，找寻我们一直找不到的缘分被捆绑，感觉不到你为我坚强，感觉得到你对我说谎，我安心听着小朋友为也那忧伤，你的爱被埋葬恨被收藏都应该原谅，我的爱不用讲恨不用想，思念在发烫，看着你的脸庞背着行囊说要去远方，谁还记得那年我拉着你说爱永远，爱被埋葬恨被收藏都应该原谅，我的爱不用讲恨不用想，思念在发烫，看着你的脸庞背着行囊说要去远方，谁还记得那年我拉着你说爱永远一样，this is for my bone, no, sexy.
歌都还蛮好听的。我们把这个吃完就好好直播。北山茶，外面的天气有点坏，手牵过了却放不开。嗯，感觉蛮好听的。小蛮仔，欢迎哥哥们，感谢杨哥哥星球，谢谢杨哥，你把排在上到五级吧。欢迎哥哥们，也许我就
赶紧关棒，谢谢。韩国人好，还可以。还喝水啊？旋律好听啊，就会想哼嘛，是不是？欢迎深思，欢迎我们。欢迎鹏鹏，欢迎我们。感觉还没吃饱，我发现我的肚子是无底洞，热吃就是吃不饱的那种。那么吧，关注是小有人说过呀，不好意思，有人说过，而且还经常说。丛林小筑，竹叶青青，夕阳迟暮，三巡酒过，白衣又寒入。是我说的，不，除了你还别人说，很多，很多人说我嘴很美，我牙齿也很好看，牙齿比较齐。欢迎哥哥们，哎，我发现任然这个真的非主流照片，给你们看一下任然这个非主流的照片。欢迎我们，欢迎千土的金呀、啊！外卖的天气有点坏。欢迎月亮，来我来阴间送月亮。欢迎哥哥们，欢迎小傻瓜，嗯，黑白，欢迎混混。今晚这首歌再给你们跳个舞，然后我们就痛的依赖。欢迎夏元，欢迎董爷爷呀，欢迎忧愁云，欢迎只会白嫖，被现实打败。哎，我还想想啊，世界之外，你的存在，在世界之外，看一下这两个，还有谁的歌？这首歌是什么？绿洲。
等等，记得我以前听过这俩好多歌。说我是我的你就只可征服一片再来一片飘着飘着。欢迎400次点梦色不是一片飘着。欢迎吴彦祖，欢迎许乐欢外低头。怎么都没有人说话呀？嗯，不知道耶，不知道。那有不是很多人说话吗？你看这弹幕发着的都蛮多的，不挺多的吗？是什么舍不得？那你的还有个嘛什么都看入迷了吗？应该不是，怕是不是安静的观看好吗？为什么喵喵我每天，那你就每天看我呀，那就每天看我呀。你就只可重复一遍选择一遍去飘着去飘着飘着风，色不是一片，飘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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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歌就林家了，就林家女孩了是吗？还雨山，Hello， 小姐姐你好。Hello， 你好。你好，我们怎么玩呀？啊，你想怎么玩？我们我都可玩钻石馆吧，或者是什么？卡了就很烦。嗯，我总是会卡，动不动就马赛克，很难受啊！你长得好，好深得人心啊！嗯，欢迎对面的举播。好深的人，我们钻水管吧。嗯，惩罚你说吧。然后输了你一块说吧。欢迎秀二贝塔。嗯，打屁股。笑挺美。好，可以。我们中间边钻水管边问真心话吧。好，行。那你放个，你能帮我页面的那个声音关一下吗？啊。我刚听到个回音的。嗯。那你先问吧，我们家里面歌只有十分的。我们现在呢，反先好赌什么鬼？你在说什么？都听不懂。深得人心，深得人心，不要说些什么奇奇怪怪的话，好不好？要不你先问吧。哦，好嘞，我先问一下，就是你觉得你觉得。如果为爱鼓掌，你需要多长时间可以满足？顾算是了，完了，渣男，打个卡呀，渣男，睡你妈！正常是多少时间？一般正常女孩子要多久？你不是正常女孩子吗？不，我单身太久了，我已经不知道那种感觉是什么了。嗯，正常15分钟，用15分钟吧。欢迎99，欢迎大叔。大叔，大叔，大叔，我问你啊，你觉得正常女孩子多久合适啊？欢迎使者。小姐姐，你早你回答了个啥？我要15分钟。15分钟。啊。反鞋都来了，哼！欢迎七哥，好久不见，叫七个拥抱。嗯。你说吧。你。如果全世界，如果你和你的房管在一个树林里，然后你的房管都没有穿衣，如果你和你的板衣在树林里，然后他没有
穿衣服，就拿了个一片树叶遮住了他的那个方面那个地方，然后他想让你做一件让他开心的事情，你会怎么做？我操，老子把他扔到喵喵叫，衣服都不穿了，我操，这还等啥？机会就来了，你知道吗？这种事情是不是这么刺激？感谢江江的办卡，欢迎江江。我操，保衣服穿衣服的小树人还要做一件开心的事情，我操，老大把他遇到喵喵叫，嗨小子，叔叔吓死，没事，叔叔不在，他不知道。说了这个你可就不困了，可还行。那我问你啊，嗯，你有没有用胸就是那个过？哪个过？啊？什么呀？用胸鼓过掌吗？胸鼓掌是什么鬼？就是，懂吧？我该怎么跟你形容？我操！我他妈！待会会做操管，我感觉有点车速开的有点快呀、啊。没有，就是用胸，就是给别人顶过蘑菇吗？没有，欢迎无忧，欢迎哥们。欢迎什么陈言陈言川，欢迎陈。我们还是说的隐晦一点吧，那我超晚来了。这什么虎狼之词，真的是。可以。欢迎飞机。胡唐起步，跳起来吗？你的板一跟板二，你和你同时在一个宾馆，你选择跟谁睡？成年人不做选择，三个人就不能快乐了吗？好。不是你这老问一些这种让人家搞得很羞涩的问题，他妈的，榜一榜二要再捅他妈的小麦了。那个，都别人问我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问题。那不得笑脱肛了，我的天！好，笑死了。感谢大宝的666，谢谢办卡大气。哦、你问我吧。否，我哦否，就这个。逐渐变态，哥别正经点，上个分了，我操，等什么？欢迎冷静娇，欢迎大家宝宝。我们家有没有免费的飞机火箭丢流？谢谢。你问我吧。啊，欢迎口中我的18厘米，这都什么虎狼之词？好害怕，欢迎这。嗯，这个问题，你觉得如果让你低头的话，你能从 F1就是？最深 F1到 F 几啊？我操，超管来了！这傻傻的飞机。不对，我完全我们都没有听懂。我觉得我们俩还是不要问这些话了。我感觉大晚上的，不行，不能玩，我这个车速太快了。关键你后面说的问题我完全都不懂。欢迎 QS80，欢迎80。我们家有没有哥上分的？不大德行啊！欢迎谁老公？可怕！我觉得不能再问这些虎狼之词了。还野狗蛋，正经点。还皮皮有，我们家有没有哥哥救命的？我这一步到位嘛！江江，你他妈在说些啥？阎王爷来都不敢这么吹牛逼，你还胡说些啥？你这个牛皮吹顶天了，我感觉。我操！操吧！爸爸，我们错了！爸爸，我们错了！这怎么来了你直播间，来我直播间？操吧！爸爸，我们错了！我们对不起。过一下这个坎。对不起。过一下这个坎。我去！你扣分了吗？我还没有看到。你看一下。我看一下，没啊，没有被扣分。我去，我就为什么呀？那我也没问什么过分的问题，那为什么给我扣分了呢？我感觉超管有点起，有点过分了。就我，那我也没问，我们也没有什么很过分的问题啊。我去。你在喝啥酒啊？
同样是一级超管，为什么你这个肾肾跟傻逼似的呢？欢迎儿童。欢子人是欢子阳南北什么人？啦啦啦啦啦。冷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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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在酒吧，你他妈又去酒吧，你戴耳机在看我吗？牛逼，你戴耳机在看我吗？欢迎纸短薄情，唱的是看你的针线活。欢迎人家很大的，你怎么说是针线活了？你他妈有点过分了吧，我操，实名 diss 吗？性别把你全，性别把你全占禁言了。没耳机，那你在酒吧怎么听啊？牛逼啊，这开了公放吗？咋你是在 DJ 台上搓碟呢？啊，你找我一下宝贝。要不你放歌吧，我声音好小。欢迎鸡巢美人。我不想放，没心情。好，好，我懂。那我们休息吧。嗯。月牙。那有病似的，操！顶天了就是个金针菇，太真实了吧你！欢迎星期八，好久不见！欢迎星期八，欢迎欧皇这个乌鸦，欢迎乌鸦！欢迎们！我感觉有点难。守个塔吧，西北敲庙。我是个正儿八经的西安人啊，我是个正儿八经的西安人。门城牌有点慌。门城牌是什么呀？哦，我不发你了，我走了，八八六。妈的！为什么呀？我好莫名其妙，我感觉就在跳馆就是很歧视跳舞主播，感觉跳舞主播什么都不好。
这跳舞好过分啊，真的是感觉对跳舞主播就有偏见。我刚刚跟别人 PK， 对面完全对面在开车，然后就也不是说我没有开，都开车，就是我开的还好，但是同样都提醒就给我扣了分。为什么要给我扣分？那为什么你要扣一起扣？我什么话都不会说的，凭什么对面？凭什么就我一个被扣了？这些话我就问了两个比较色情的问题，就而且这些人你们应该都知道，因为我的这些话就是问来问去就那么几个问题，就是问你个拐一个拐二怎么样，然后对面在开车，然后对面就问我一些比较色情的，然后超管就先提醒他，后来提醒我，然后给我扣分了，然后对面就没有扣分，我就感觉为什么扣你要就一起扣嘛，你为什么就给我扣了？我是为什么我也没有给钱？那我好累啊，老板。去。啊，又给我扣了，给换水。感觉好区别对待，就是扣不扣分都无所谓，我也不是我的分也不是说就没有很少分，但是为什么要区别对待呢？我感觉就像是我们跳舞主播不好一样，而且做跳舞主播真的很难，每天承受弹幕的一些话就算了，还要被超管这么区别对待，就是我们都是靠我们自己的才艺呀、啊，那我们跳舞就是靠这点才艺、啊。那跳舞主播那么累，每天都要跳舞，还要跟人家玩站起来的线条。那我凭我本事吃饭太不容易，还要做了。语言都被岁月搁浅，和你遥望过的月光都没有变。
记忆都变成夏天，放弃每一天，我们疯狂的那年已经越走越远，纯真的容颜都随季节而蜕变，你牵我的画面又浮现在我眼前，在放弃之前就回头看一眼，就像你陪在我身边，糟糕，找不完你们，我没有被跳舞扣分，我跳舞扣分我就不会哭了。我上一次因为扣分哭还是去年的时候，去年刚换到通宵的点的时候，就超管就也还好，可能就是会扣我分比较多一点，但是也没有区别对待。我感觉区别对待的感觉真的是好难受。不是我跳舞被扣打，就是一下子就受不了，又不是我的错，因为我这个人我就受不了委屈，一委屈我就难受。一点点，一夜一片，分手了也不过300多天，可我却害怕遇见。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这一年似乎没有改变。黑小翅膀，想你离开后的世界空空如也。还是大炮，白天和晚上都是冬夜，悲伤的到来我从不拒绝。你是空空空空如也，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徘徊在石板路的街边，曾经笑容灿烂如今却空空如也，一切都是我的云烟。那我感觉为什么凭什么我是个跳舞主播我就不可以，我为什么是个跳舞主播就会被安上所有的偏见呢？欢迎过酒哦，还有好多人说跳舞主播都不是个好女孩。欢迎时光不老梦幻，欢迎米奇，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这一年似乎没有改变。这么快就31天了，空空如也，白天和晚上都是冬夜，悲伤的到来我从不拒绝，反正你是空空空如也。我想吵我嗓子不好，这两天嗓子都蛮痛的。你反正排都不可以反正吵，一切的星光都已陨灭，的过去往事我如今速写，无所谓让痛重叠。开小号，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这一年似乎没有改变，说着你离开后的世界空空如也，白天和晚上都是冬夜，悲伤的到来我从不拒绝，
说我刚刚跟人家 PK， 对面在开车，对面在开车，然后超管警告他，先警告他，后面警告我，就给我扣了一分，然后他没扣。反正我就上飞机，还有化学哥。我哪有套路你啊？我没有套路你，我都是给你只要的，只要的不算套路，好不好？我才不是套路你的，哎呦，不要了。天天说我套路你，太套路你了。我基本上要礼物都是只要的，大家认识我久的都知道我都是只要的。嘿，我他妈比他高六级，好啊！他是不是觉得我最近拉酷了？他是不是觉得我最近没有大哥？那有没有路过的老头让我捡一捡的？我都不是我的油盘，然后嘴怎么了？嘴没怎么呀？不敢用下播吗？我不要，为什么呀？为什么不开心就要下播？还有小奶油一样，快走！开超地是吧？欢迎你们。欢迎蓝与黑，那怎么办？那我没有人，没有人重来怪我了。欢迎秋天，那我不是有你们宠着我？欢迎 AKS 曲一，欢迎你们。不要给我刷钱了，我不要你刷钱。草莓，耶，你怎么在这上面？等我，等我吧，对啊，不是个超管。想去到花香的童年，捡起被遗忘的相片，曾经弹过的木吉他早就断了线。还记得年少时。欢迎你的名字。好了吧。大宝，我跟你讲，我刚刚好生气哦！我跟你说，我连过那个女的，那个女的是之前警长还挺喜欢她的，哈哈哈。开黄车开到天上去了，给我还跟我说了个什么，我都不知道。你后来扣分了吗？啊！他妈没扣我，被扣了，我真的是气死了。我这种情况我已经出现两次了，反正感觉好像。好委屈，对不对？你现在几分？我不是说分的问题，我分还好，还是有八分。我懂那种感受，就像别人攻别人打屁股把我给封12小时，你知道吗？就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吧？对，我就感觉。
感觉超晚在跳舞主播，他们有偏见一样。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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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他搞错了。那个我们说了画一个草莓，你说了你接我这个，我把我这个宝石项链。我接不了这个，我脖子不能画，脖子容易过敏啊。好吧，那你输了，你画一个红色的宝石项链，宝石手镯。我输了，我再画个草莓。画草莓是吧？哎，我们这样子，我们输了，我们就把那个口红啊，涂在手上，然后抹一抹，然后这样擦一擦，搞成草莓的样子。我玩这个，不是那个草莓，是那个草莓，就是、那个、吃的草莓吗？吃的草莓，我们不吃，我们不玩吃的草莓，我们要玩那种画了重的草莓，那种好不好？怎么上次白菜叫我玩的？白菜菜姐还说就是菜姐当时问我有没有牙膏，抹点牙膏按你的胸上，哈哈哈哈哈，中间玩什么？中间玩什么？中间你说。我想一下中间玩点什么。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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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中间玩什么？中间玩点什么？有什么好玩的？中间玩踩单车，中间玩扭腰吧。好，行，可以。那什么？你刚刚先说说福袋。欢迎我。你今天穿的这是什么衣服？公主装。你是不是把你睡衣穿来了？走。我穿这么透的睡衣，有一位男朋友，我给我妈看一下，我说妈咪你看我的睡衣，然后妈咪说啪啪，然后滚。但穿的不换头像，给你男朋友，谢谢。哎，不过你说睡衣，我今天确实把我平时穿在家穿的睡衣穿来的，带菊花的。我觉得你这就是睡衣，你再让他们看，他都是睡衣。是睡衣。还有我张哥。感谢我张哥的星空卡。我们家有没有哥哥救我一下的？冲呀冲呀冲呀！欢迎小红熊。我们家这些都是鱼娃。太屌了吧！谢谢。我们家送了100块钱的鱼娃。有屁！我们家有没有哥哥冲呀？我们上飞机，我们让对面刷一刷。
道鱼丸我们是没有收益的，因为我们家的人都不知道鱼丸是没有收益的。你们家真的假的？平时不给他们上个课吗？他们不知道，就这两天玩鱼丸玩的挺多的。谢谢千爷的鱼丸，谢谢。我知道啊，你知道吗？所以你们当时送福袋的时候，我还在想你们是不是要去哪里赌一波。嗯，当时我还以为，感谢我真哥的星空卡，真的你真帅。没关系，你们开心就好，开心就好。那你就付我一下嘛，可以叫守我一下下吗？只要能升级，我怎么样都可以。谢谢。我想正哥宠我一下。You are the cold inescapable proof. You're the evil. 小心圈圈你胸口。对啊，练手速，不要打扰我。谢谢，感谢叔叔的鱼丸，鱼丸最后的尊严。说只要你送的我都喜欢。我们家有没有个九尾以上的给你关注？谢谢。谢谢，感谢叔叔的鱼丸。我没有春天。我只要升级，我只要升级，我怎么样都可以。一个为了升级而不择手段的女人。谢谢叔叔，谢谢叔叔在练手术。喵喵，就这首歌扭。这是我最近被这首歌洗脑了。不扭，才是不扭。这个歌一点都不符合我的气质，太不扭了。我怀疑你嫉妒我的才华，所以你特意翻这首歌。我要听。宝宝心里苦，但宝宝就是不说，为什么苦啊？之前都流行超大玩心的，为什么会心里苦？酒醉。我们家有没有个守卫一下的？我们来不来赢一把？
谢谢，感谢叔叔好多好多的鱼丸，谢谢。我正哥还在吗？宠我的正哥，你还在吗？哒啦啦哒啦啦哒，谢谢。大宝，你最近怎么是不是番妹课多了，你就比较喜欢看这个呢？我最近听歌都听这些歌了，牛批。飞不出，你这个品味越来越迷了。世界，原来我是一只欢消逝旧贼的蝴蝶。他那身高，来的轻飘又淡写，却又换我。欢迎化学哥，我没有没有握手一下的。好累，他在哇，我赢了，我他妈赢！刚刚爆粗口爆太狠了，暂时改不过来。感谢化学哥，谢谢；感谢正哥，谢谢；感谢球。抹一抹，然后按一按，就会感觉像是口红一样。不是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抹在这儿，然后这样子，这样搓一搓。推然后再摁在这儿，这么是这么个一套流程，对，再摁一下，嗯，不行啊，你这口红不行，你的口红是不是不太深？这样吗？你这口红这颜色太浅了。行，就这样吧。等会儿我在。欢迎们。原来我是一只憔悴的蝴蝶。你的那一句誓言来得轻妙又淡写。我这个草莓，这个人的嘴有点大。他不能，他哎、这个嘴有点大，这个嘴。这个嘴太大，这你比你之前打把他刮那个嘴大小多了。那个罐这么大。那何止，我操，那太大了，一个嘴是怕是不行。好，我走了，拜拜。有点大这个，好，拜拜。拜拜。欢迎我们，感谢化学哥，感谢正哥，谢谢。你们要不要看跳舞呀？还有吗？熟悉的、陌生的这种感觉，重复的、曾经的那些情节，也只是怀念。一滴滴、一点点、一夜一片，分手了也不过三百多天，可我却害怕遇见。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这一年似乎没有改变。说着你离开后的世界空空如也，白天和晚上都是冬夜，悲伤的到来我从不拒绝，反正你是空空空空如也。我懵懵懂懂电脑好看啊，徘徊在石板路的街边，曾经笑容灿烂如今却空空如也，这星光都已陨灭。哎，慢慢，欢迎你们。我觉得都快两点了吗？那我就不跳了吧，那我们歇一会儿。不然等会那傻逼唱完又给我扣了一分，真的是过分。
抱以这种态度。我懵懵懂懂过了一过了一年，感谢关注，谢谢。欢迎中景慕言，欢迎我们。外面的天气有点坏，外面的天气有点坏。哎，怪笔，欢迎我们。繁华的城市，天气干。嗨，哥哥们。一个人的世界没有对白，一个人的世界没有对白。嗨，凯莉，欢迎哥哥们。梦境渐渐变成一种痛苦。唱歌了，感谢银花。没信心，我没有去唱歌了。存在，嗓子不好，嗓子有点痛，待会儿我要去，或者下播的时候去再去买个那个买个罐头。哈理想还有吗？要么跳古风舞吧，刚好去练一练，刚好练一下。Let go.
刚子在何方？哇，这个接头发梳的好舒服呀，这比我接雪肌线舒服舒服多了，我去，这感觉好舒服呀。我撩呀，撩吗？那我有撩到你吗？想看什么舞呀？我准备跳古风舞来着。噔噔噔噔，准备跳这个来着。因为就是看，这衣服可以。嗯，因为是跳古风的，那我就跳。好的，不晚点。牵手眉间点。
这后面就不会了，我还是给你们跳个那个吧，感谢木月哥，我还是给你们跳一个韩舞吧，你们感谢木月哥，谢谢，溜了溜了，嗯，不看了，不再看了吗？我准备再跳个别的，欢迎真的中了吗？快来迎接看月亮，给你们跳个。开始吗？去换个衣服。Hey you, blow your whistle. Hey you, blow your whistle.
That's what I'm doing.吓死我了，吓死我了！我以为超远给我封掉了。感谢月哥，感谢木月哥，谢谢。嗯，感谢木月哥的摩天轮，谢谢。喵头出来了啊！每次超管一来，这个地出来，因为害怕，你知道吗？超害怕。叫加斯普鲁，超管太快了。超管的速度真的是太快了！欢迎敷衍，欢迎哥哥们。五秒超管，看这首歌还，这首歌也快结束了，还好超管这一次比较持久，也还可以了。比前两次比之前要持久一点。Can you blow your whistle? 欢迎蒋妈妈。红妆不负君之友，长亭竹林拂。欢迎零九零。比较久是的，感谢荧光棒，谢谢。感谢吻，谢谢，欢迎你们。月哥去睡了吗？我为什么从来没笑过？我天天在笑呀。不要以为我眉毛看起来在皱眉，所以就觉得我很严肃。我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感觉我控制不了自己在皱眉，你知道吗？是我也蛮讨厌我自己皱眉的，但是我控制不了，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控制不了。就控制不
了自己就是要去皱眉头，他们说皱眉头不好，皱眉头就是欢迎观察手，欢迎我们欢迎改名币中奖，欢迎小军，请赞，欢迎余温，欢迎我们。我们在播到十五分钟的时候我们就下播了哈，我们就下播了哈。欢迎范范，我觉得我每天开播迟到，下播不可能加班，我感觉这样不好。我觉得我以前，我想拿出我以前的那种态度，觉得我以前态度可好了。我以前就是每天都是早播，然后就是加班扎点什么的，是不是我变了？欢迎哥哥们，还有生之年，还有黑鬼。我以前播到早上五点嘛，本来是要播到早上五点，但我会加到晚早上六七点，就这样的加班，就加钟加点。女儿自己不跳，下播就不跳我了。欢迎冬旭，欢迎你们，不跳了，太累了。为什么要加？要加的。心之地，噔噔噔，毕竟咱这是流水线工作呀。欢迎蜜桃嘴，欢迎哥哥们，欢迎奶茶味，欢迎星辰，欢迎虎哥哥，给你们放一首歌哈。有些人爱到忘了心，结果一败涂地。放一首什么歌？有些人永远在憧憬，却只差一步。放一首许嵩的歌吧，许嵩的歌。问世间什么最美丽？爱情绝对是个奇迹。我明白会有一颗心。放双水再见，加班我明天加班，你们加班到几点呀？嘿嘿，我今天好状态呀、啊！反正我每天规定我四点就去睡，不想太晚睡。噔噔噔噔，哼哼噔噔噔噔噔，欢迎木冬，欢迎哥哥们。在你们喜欢许嵩吗？提倡不加班主义。这个要不要再帮到我下播呀？哦，这样吗？哎，哥哥们，欢迎小面包。还是这个位，但进步了很多了，他们都说我进步了很多了，没变，好样的，我已经进步了好不好。下播了咯，今天感谢花雪哥，感谢花哥，感谢
感谢木月哥，感谢车叔，感谢一哥，感谢新八哥，感谢奥哥哥，感谢邓，感谢郑哥哥，感谢肖氏，感谢大宝，感谢四二哥，感谢东东，感谢宋毅，感谢直播间所有陪伴我的哥哥们，谢谢你们，拜拜，晚安，拜拜，明天见。拜拜。